没有，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小孩鹤立鸡群、与众不同，然后你又生怕他与众不同，去堆到把那个小孩堆成跟大家一样，就是把自己小孩丢进红海啊。每个人都把小孩丢进红海，是的，因其为实大家都学这个。每个人都可以找出自己独立的男孩。第一课，我叫蔡志忠，我爱画画，我不会唱歌，不会跳舞，不会弹吉他，不会游泳。嗯，然后那第二课是你叫某某某，我会画画，你会唱歌。然后第三课呢，我们。再来就是他，然后他们，然后再来呢？我说再来毕业啦，他们这么少，我说全世界哪一个学校叫这么多？认识我，也认识你，然后我们因为一个人再厉害不会太厉害嘛，都是一个 team 嘛，然后他还有他们。那我们跟他们可能是敌对的啦，可能是要合作啦，所以当这个都学会了，那你一生所做的事不是只是这样而已吗？就像孔子说，无道一以贯之，无非中恕两之而已。那什么是中，什么是恕？了解真正孔子所谓的中跟恕，就了解整个15900个字的论语。那什么是中呢？孔子时代《论语》的意思啊，跟后来朱熹啦、王阳明啊，那个是不一样的。孔子讲的中，就是做自己，把自己做到自己至善。就像《论语》所说的，什么是中？君君臣臣，父父子子。因为我们的一生开始是人家的子，后来是人家的哥哥，后来是人家的父亲和母亲。后来是人家的下属，后来是人家的领导，每一个岗位一直在变动。所以当做儿子的时候，要做到尽儿子的本分；做到父亲的时候，做到父亲的本分。所有做自己，做到自己至善，这个就是忠。就在其位，谋其政，就像一棵树会长，把它长得很好，就是忠。那会不会，比如说自然界是一棵树长得好？但是我们这个中是不是我的位置是在跟他人的关系中确立的？所以第二点就是恕。孔子讲的恕是什么？恕是推己及人，就是你要站在对方的立场思考，你不能站在自己立场去想他这个行为，你要站在他的立场去想他的行为，这样叫做恕。恕就是如心，当你忠跟恕做到极致，这样叫做仁。人就是两横上下，天地阳阴正负的人的关系。就现在年轻人哈，大家考虑的更多的就是，哎，我要做自己，我要有个性。他其实只是想，希望父母管他少一点，希望功课少一点，做一些自己所爱做的，或是买名牌啦，完全不考虑自己的条件之下，希望最好能够读北大、清大，读到研究生。甚至于读到美国常春藤大学的博士，自己做什么好像不太重要。其实你去看全世界最厉害、最厉害的顶尖的人，都不是从这里开始的。像老虎之10个月，他爸爸就锯一个推杆，很短，给他玩当玩具。2岁就上美国最火红的现场节目，表演10英尺推杆，而且一杆进洞。这个画面我看过，以前没有录像的，你要么就推成功，要么就推不成功，但真的一杆进洞。所以很多很厉害的人不是只是梦想做自己，他们做自己是有目标的。所以我认了一个小孩，第一个要先了解我是谁，我从哪里来，我要去哪里。我是谁就是量量自己口袋的筹码吗？我从哪里来？了解你的家世，你的初心，到底你要想成为什么？所以这样的作为自己，而且这个越早越好。有梦想，很早很早就已经离开那个学校了。德国，基本上高一就开始在做专业了。他们都是跟师傅学做机械，学做很多。
未来的定位就特别明确了，我将来从职业上，他们高中职业学校非常的多，真正去念大学反而非常少。还有一个疑惑哈，像刚才您说两三岁都开始拉小提琴也好，打高尔夫也好，你觉得这些孩子，一个是他父母可能替他做了这个决定，他可能正好也是喜欢的。不要讲这个理由哈。我们看到上海很多那个小孩都在学，18般武艺都学了。对对对，学小提琴，学吹笛子了，学什么芭蕾舞啊？对，学了。但是真正学成的很少嘛。所以不能学那么多。你看啊，我一生，小的时候就下象棋，长大30岁开始打桥牌，我没打过麻将。我的兴趣就是只有一，但是一定要挑战亚洲第一。所以你不可能要做减法，同时学6把刷子啊！你最后中期我就是拿一把刷子狠狠吃。那不是让他们试吗？所以试的时间要短，即便说缴了1000块学会，他学3天5天，发现真的不喜欢就离开了。那比如说他都喜欢？不可能都喜欢，不可能，他一定有相对喜欢。我是赞同小孩子他想学什么让他去学，小孩子很爱新鲜，只要不新鲜他就很烦，但是只要他不想学就不要勉强他学，因为学习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，尤其学成的快乐。我记得我的女儿她比较早熟，她大概满1岁左右就突然会走路，然后我跟我老婆就各拉着你啊，他两边要拉着手，那这样可以走路。走到一半，他不晓得突然发现他不用人家牵了，就可以走了。我不准牵他，不准牵，不准。然后就自己很兴奋的走，回到家里发现他那个布包包血，两边指头都跑出来了。所以学成的快乐是没得比。为什么后来人不敢表达，然后不会画画，不会唱歌，就是被指导坏了，就说你这样唱不对，要那样才对，这样画不对，要这样才对，这样表达不对，要那样表达才对。当那个小孩开始觉得你的要求他办不到，他就只好退缩回来，说我承认我不会画。所以指导不是去纠错，而是去表扬对，就像说我希望他往西边不往东边，他往东边我不鼓掌，他稍微偏移东边我就鼓掌，他往西边我就鼓得更大，这样就好了。而你啊，从很小他每一次问我什么我都说你自己有大脑，你要自己决定，从来没有听他决定。我认为啦，如果是你替他决定，他走完这一条路多怀疑，可能他自己决定比较好。比如说他有3个男朋友，他喜欢 A， 那我就说你 B 最好，他跟 B 结婚无论多好，他自己都永远会想说可能当初他选了 A 会更好。那现在他选择了 A， 我就说好啊，你就选择 A， 他就没有后悔。是毕竟自己选择的嘛，人不能抱怨自己所选择的路嘛。那我当然只会帮助他，帮助他不是说这个人不好，比如说你可以犯100万个错误，可以考100次0分，都不会变成你是我女儿的事实。全世界70亿人，这70亿人中间最乐意帮助你，实质帮助你最多的那个就是我。所以你犯了什么错或需要我处理的，第一时间告诉我，我一定不会骂你。我说即便你突然怀孕了，想去拿小孩，如果需要帮忙第一时间告诉我，不要因为害怕不敢告诉我而过了那个最佳时机。他说不会这么惨啊，我就说我的意思是没有底线。这个是他，您女儿多大的时候您跟他讲？大概从3岁开始。3岁开始讲到23岁，一直跟他讲，有机会就跟他讲。23岁，然后知道了，我说我再讲一遍，从此不讲了，永远不会改变。所以你女儿在你这儿得到了很多的安全感。家的意思哈，我看过台湾汉生杂志的发行人叫吴美莹，她讲过爱，我觉得这个讲得很好。
就是爱你的小孩，爱就是让那个小孩到外面敢勇于冒险奋斗，因为他知道永远有一个家，一个妈妈，一个家的爱支持着他。